同属天王岛当地的少女，把这座小岛改名字叫做拉鲁达。拉鲁达，用鲁拉的拉，鲁拉的鲁，拉鲁。拉鲁呢是你少族的口语，说这是他们居住的地方，少族最高主领岛的意思。啊，只有右手边中央有树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岛，真正陆地，一个山头的山尖。那其他我们周遭所看到的都是人工所制造的人工浮动码头，还有浮田。现在岛呢已经没有办法上去了。哦，我们可以往右手边中央有深绿色有旗杆的地方看一下，中央呢有树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岛，真正陆地，一个山头的山尖。岛上这几棵树都是我们当地少族神圣的树，是他们的茄冬树。哦，茄冬树。而且呢，啊，只有中央有树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岛。那我们看看右手边咖啡色的栏杆上，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只木雕像的猫头鹰？咖啡色栏杆。哦，这只猫头鹰啊，是在叙述我们少族和猫头鹰的小小的故事。我们猫头鹰是少族的吉祥动物。如果待会各位嘉宾呢，你到了这个大少部落去，你部落那边去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有相当多有关于猫头鹰的一些纪念品。因为猫头鹰是少族的送子鸟，哎，听说摸摸它的头可以生男孩，摸摸它的肚子可以生女孩，摸摸它的胸部呢就可以生双胞胎。好，这是我们少族呢小小的一个传说。以及右手边岛的里头，你可以发现。